今天袁爱飞代言保养品，特别穿着背部几乎全部镂空的礼服登场，展现出的美肌和美背让摄影大哥们拍得不要不要的。室内拍不够，还拉到室外继续拍。这样的美背当然是有特别去保养喽。最近就是有在非常积极健身，所以稍微展现了一下美背的效果，平常那个训练背肌的效果。昨天是白色情人节，袁爱飞怎么度过呢？答案竟然是在健身房里，有没有搞错？我昨天做了什么？我昨天就在健身房度过耶。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度过，我相信在健身的朋友应该有看到我，所以昨天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在练腿肌，做了大概50组深蹲，50下深蹲吧。是有什么计划吗？为什么要改成健身？其实因为我自从拍了写真集之后，我就是一直有在持续的健身。对，那因为你知道，就是身材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，稍微要维持一下也是非常重要。加上我觉得运动嘛，就是会新陈代谢加速，就会让自己还蛮健康跟水润透亮。女星顾身材不顾感情，即使是美背女神，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感情世界比较好。 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